过得好吗？是不是很期待今天的节目呢？今天啊 ，Annie 姐姐呢，想要带大家去一个很分离、很好玩的地方，大家说好不好呢？ Yeah! 大家都很期待吧？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到底要去哪一个好玩的地方玩吧。Are you ready？ 小朋友们跟着 Annie 姐姐一起念 ，Merry Go Round。What is it？ It is Black Swan。The black swan is swimming in the pool. 黑天鹅在池塘中游泳。The black swan is swimming in the pool. 黑天鹅在池塘中游泳。会了吗？那小朋友们再去找找亚洲其他动物吧。